医生，佢情况点啊？patient腹部中枪，大量出血，虽然经过抢救之后，暂时已经脱离危险期，不过patient好需要休息，有咩事要等佢状态好翻之后先至可以再做。嗯，唔该晒。揾人24小时及时，呢个系重犯之中嘅重犯，佢个而家走甩咗，随时翻嚟救佢。 唔可以掉以輕心。Yes, sir。我安排。杜文斌嗰邊點 ？Rene 洛喺警方手上，你都知道佢係個分量有數嘅恐怖分子，絕對唔會輕易透露任何資料。再加上香港警察做嘢好多掣肘，下下都要跟足法例，根本冇得用非常手段套料。 佢哋捉到 Romeo 有咩用啊？今次 Rene 落网，再系心系配国政府、香港警方帮助佢哋一个好大忙。佢哋可以引到 Rene 翻去。我哋跟咗咁耐，反而一无所得。冇错 ，Rene 喺警方手中。不过你讲啱咗一半，一个最关键嘅人物你都冇提。Leo。 Leo 知道佢唔会俾警方拉咗，唔会就咁算，一定会谂办法去救翻 Rene。你肯定啊？情永远系人类最大嘅弱点，恐怖分子都一样。真系估唔到你会约我出嚟饮嘢啊！睇新闻，你哋拉到人喎，真系辛苦晒。你都辛苦啊！ 我哋呢啲閒人日日都咁 hea 啦，邊敢話辛苦啊？啊，唔係應該係精彩啊！去郊遊都咁緊張刺激，點解有傷個女人？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精彩片段每日放送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個鐘仔，就一定唔會錯過啦！